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二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二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二级考试。HSK 二级听力考试分四部分，共35题。请大家注意，听力考试现在开始。第一部分，一共10个题，每题听2次。例如，我们家有3个人。我们家有3个人。我每天坐公共汽车去上班。我每天坐公共汽车去上班。现在开始第一题。一，我给女儿准备了牛奶和鸡蛋。我给女儿准备了牛奶和鸡蛋。二，她快要做妈妈了。她快要做妈妈了。三，你的歌唱得真不错。你的歌唱得真不错。四，你没笑，再来一张。你没笑，再来一张。五，中午我们吃羊肉吧。中午我们吃羊肉吧。六，给您，这是今天的报纸。给您，这是今天的报纸。七，学跳舞要慢慢来。学跳舞要慢慢来。八，这是你新买的手表。这是你新买的手表。九，你来开车，我坐右边。你来开车，我坐右边。十，下雪了，但不是很冷。下雪了，但不是很冷。第二部分，一共10个题，每题听2次。例如，你喜欢什么运动？我最喜欢踢足球。你喜欢什么运动？我最喜欢踢足球。现在开始第11到15题。11，谢谢你
今天来帮我。不客气，今天我休息。十一，谢谢你今天来帮我。不客气，今天我休息。十二，你准备好了没有？我准备好了。十二，你准备好了没有？我准备好了。十三，爸爸，生日快乐。谢谢你，这是你写的吗？真漂亮。十三，爸爸，生日快乐。谢谢你，这是你写的吗？真漂亮。十四，天气太热了，吃块西瓜吧。好的，谢谢。十四，天气太热了，吃块西瓜吧。好的，谢谢。十五，我穿这件怎么样？我觉得那件红的比这件好。十五，我穿这件怎么样？我觉得那件红的比这件好。现在开始第十六到二十题。十六，这个手机多少钱？1090，现在买还送您一个茶杯。十六，这个手机多少钱？1090，现在买还送您一个茶杯。十七，这个题你不会做吗？是，我不知道怎么做，我没听懂。十七，这个题你不会做吗？是，我不知道怎么做，我没听懂。十八，哪个是你弟弟？左边的那个，九号，看见了吗？十八，哪个是你弟弟？左边的那个，九号，看见了吗？十九，先生，您对这件事情怎么看？我现在不想回答。十九，先生，您对这件事情怎么看？我现在不想回答。二十，
狗今天怎么不吃东西？它可能生病了。二十，狗今天怎么不吃东西？它可能生病了。第三部分，一共十个题，每题听两次。例如，小王，这里有几个杯子，哪个是你的？左边那个红色的是我的。小王的杯子是什么颜色的？小王，这里有几个杯子，哪个是你的？左边那个红色的是我的。小王的杯子是什么颜色的？现在开始第二十一题。二十一，喂，你到电影院了没？我在路上，很快就到，你等我几分钟。男的现在在哪儿？二十一，喂，你到电影院了没？我在路上，很快就到，你等我几分钟。男的现在在哪儿？二十二，明天你去不去打球？这两天有点忙，不去了。女的这两天怎么样？二十二，明天你去不去打球？这两天有点忙，不去了。女的这两天怎么样？二十三，您看这个房间怎么样？还可以，有没有大一点的？男的想要什么样的房间？二十三，您看这个房间怎么样？还可以，有没有大一点的？男的想要什么样的房间？二十四，桌子上的那本书是你的？不是，那是我哥的。那本书是谁的？二十四，桌子上的那本书是你的？不是，那是我哥的。那本书是谁的？二十五，儿子，多吃菜。好，您做的菜比饭店的还好吃。他们最可能在哪儿？二十五，儿子，多吃菜。好，您做的菜比饭店的还好吃。他们最可能在哪儿？
26。这个月我天天去游泳，我现在70公斤。真的吗？少了5公斤？男的现在多少公斤？26。这个月我天天去游泳，我现在70公斤。真的吗？少了5公斤？男的现在多少公斤？27。走了这么长时间，真有点累了。我们去那边的椅子上坐坐吧。女的怎么了？27。走了这么长时间，真有点累了。我们去那边的椅子上坐坐吧。女的怎么了？28。王老师，您女儿已经这么大了。这是我的学生，我女儿在那儿。女的是什么意思？28。王老师，您女儿已经这么大了。这是我的学生，我女儿在那儿。女的是什么意思？29。别看电脑了，喝杯咖啡吧。谢谢，你真好。女的让男的做什么？29。别看电脑了，喝杯咖啡吧。谢谢，你真好。女的让男的做什么？30。你怎么知道小王来了？我在门外看到他的自行车了。女的怎么知道小王来了？30。你怎么知道小王来了？我在门外看到他的自行车了。女的怎么知道小王来了？第四部分，一共5个题，每题听2次。例如，请在这儿写您的名字。是这儿吗？不是，是这儿。好，谢谢。男的要写什么？请在这儿写您的名字。是这儿吗？不是，是这儿。好，谢谢。男的要写什么？现在开始第31题。31。小姐，这个篮球多少钱？300。
有便宜一些的吗？没有了，这就是最便宜的。这个篮球卖多少钱？31。小姐，这个篮球多少钱？300。有便宜一些的吗？没有了，这就是最便宜的。这个篮球卖多少钱？32。请问，第十中学怎么走？您向前走，就在路的右边。谢谢你，再见。不客气。女的要去哪儿？32。请问，第十中学怎么走？您向前走。就在路的右边。谢谢你，再见。不客气。女的要去哪儿？33。妈妈，你睡着了吗？不要说话了，快睡觉吧。我想吃个苹果再睡。苹果已经睡觉了。男的为什么不睡觉？33。妈妈，你睡着了吗？不要说话了，快睡觉吧。我想吃个苹果再睡。苹果已经睡觉了。男的为什么不睡觉？34。我们希望你下个星期就能来公司上班。好的，没问题。上班时间是上午9点到下午5点。谢谢，那星期一见。他们在说什么？34。我们希望你下个星期就能来公司上班。好的。没问题。上班时间是上午9点到下午5点。谢谢，那星期一见。他们在说什么？35。今天的票还有吗？对不起，没有了。那我要2张明天的吧。好，给您，4月17日的2张。今天是几号？35。今天的票还有吗？对不起，没有了。那我要2张明天的吧。好，给您，4月17日的2张。今天是几号？听力考试现在结束。